近日 Papi 酱回应五月份生子后孩子随父姓引发的热议，他否认网暴他人，否认自我炒作，还表示自己从未更改过自己的置顶内容。对于事情过去这么久，为何现在才澄清，是因为 Papi 酱当时刚生完孩子，没有功夫去顾及，现在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，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为什么要背负骂名？据悉 Papi 酱在今年母亲节当天晒出一张和宝宝合照，有网友评论 Papi 酱生娃后变得好疲惫啊，但是孩子还是随父姓，随后引起网友围观与热议。有网友表示，我服了，人家生个孩子还要管，人家生孩子吃了你家大米喝你家水了。虽然现在网黑都形成套路，但确实该澄清也要澄清，虽有清者自清，但也要淡定从容的澄清，加油 Papi 酱。